辣酱牛骨髓来了，今天这个牛骨髓老哇塞了。哎，颤颤巍巍的。全部都是满岁，今天又是卤牛骨髓的一天，今天卤的稍微火候有点大了啊，所以就不那么满，一小勺一个。哎呀妈！今天先吃骨髓后啃骨的，哇！牛骨髓来喽，这个没有多少啊，
谁再说像鸡蛋糕的？黑鸡蛋糕是黑色的。把头发剪了去啊！说鸡蛋糕。嗯，太香了。嗯，头发剪的啥意思？没听明白。对呀，少来点。嗯，哎呀，太爽了，双击老铁们。你的骨髓听说很上头，试一下。停停停停。太大了。
用来吃这个羊肉大宝贝啊。有人问我这是啥，谁知道这是啥，评论区他们打出来。外边这层油入口即化，很吃感冒油啊。这个绝对不能多吃，感觉吃两个都已经是我的极限了。